起行囊踏上你的城市，寻找你给的山盟海誓。我突然的出现想给你惊喜，却让你来不及清理它的气息。转眼窗外下起倾盆大雨，好像预示这场爱情结局。你冷漠的表情那样的清晰，原来刻骨的爱情已过期。我在这个陌生城市里迷了路，迷了雨，又是自己心头残留的那段温情，被雨水冲刷的所剩无几。我在失去爱的城市里，感谢我们的小虎队的兄弟们，新年快乐！兄弟们这边要来一波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兄弟姐妹们啊！这个时间我来要嗨点的歌，走起来！是因为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湖水泛清波。阿玛勒苏盛世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勾起来。兄弟们，新年快乐！也祝小虎队兄弟们新年快乐！我的家乡在青藏高原，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玛勒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湖水泛清波。哦，鹰在这里展翅飞过，太猛了，宝贝，这气质太猛了。天呀，这是哪个大哥？嘎嘎的。谢谢谢谢，太猛，感谢你的缘分一道桥合，谢谢兄弟，大哥卡一下黄了。哎，你天天直播都几点呢？今天下午几点播啊？嗯，我是。基本上现在改了，以前都是到下后半夜，有的时候不是。现在咱俩要是就是比如说七点多钟的时候或六点多钟的时候，你播没播呢？啊，播了，现在我改七点了嘛。啊，那没啥事，咱们去这个团战去玩去多少呢？溜溜的啥的。上哪儿？团战呢？啥时候团？就是我说，就是意思七点来钟、六点多钟，有时候就能碰上，咱们不行就没啥事就约一下子就出去玩去。咱俩吗？啊，不是，咱们再找个人呗，那么人不有的是吗？啊，行行行，可以啊，那下马呗。下马是下马还有十多分钟，行啊，还有谁呀、啊？你再找一个呗，那就明哥。你感觉找谁呢？靠谱呢？你感觉看找谁靠谱呢？你这个量太行了，我他妈一看就行，哎呀。我还是靠兄弟们帮忙，心没底儿啊。那找谁呢？那没底儿没事，正常，出去玩输赢的就正常，把氛围整了就好了。兄弟们给我兜着就是。对啊，甜甜不甜甜那啥了？甜甜一个才下播了这点，我看看这点谁在？哦，我看看眼睛。文儿他播吗？文儿没这点没播吧，兄弟们？没事，这样都可以，我谁都行。嗯，一会儿研究吧，一会儿咱们商量一个出来。
好不好？行，你带吧。还有二十分钟呢，走，赶趟。带完了，完了，你直接那个拉我就行。行行，嗯，欧了，嗯，好嘞。阿手阿手，刚刚打完了吗？这又阿手啊！感谢一毛打的兄弟们。文儿播了，我问问，我给他发条微信，问可玩会儿啥的啊？都叫都一块玩是不是？玩起来。这文儿的微信他妈叫啥名？我他妈没备注，他这好几个文儿，我一搜啊。他好像就一个名字，咱那里边一搜就出来了。但是好像你得看头像，有的时候一拉的时候。我这里面老多本了，有的都是都基本上一样的。我行，我给他发先发条，我先给他发条微信啊啊！那不跟你们他妈干那嘎子，打嘛随便打字，给我打懵逼了个鸡巴了，他妈这怎么事儿？操！我他妈指傻，行，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研究。拉谁呀？没事。他妈的！我他妈指你们干那叭叭的，干那嘎子！我他妈指傻的我。兄弟们啊，一会儿咱们一会儿一块玩啊，一会儿等会儿十多分钟呢，咱俩可以商量再研找谁啥的啊，再研究。嗯，行，我这边随便，我这边都可以。嗯，完了你到时候拉我就行。嗷了嗷了嗷了！怎么他妈唠那嗑唠的？还有十多秒钟了，完了一会儿你拉一下子，我找着人啊，商一商，看咱家没有有亮的也行，你我俩报个名。你拽我就行，敏哥。欧了，欧了，一会儿我就拽你。嗯嗯，把老塔带你去。你拉了非人拉，我敢跟他玩儿。新一帮打的兄弟，我先感谢一波哈。哎，无所谓，无所谓啊，没有事儿，没有事儿，那都小事儿啊，都小事儿，无所谓的，没事儿。谢谢，感谢我们的那个征情勇哥，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念什么鱼，这个念什么了又忘记了。这一天，哎呀妈，大哥，你们能改点我认识的字儿，告诉完我了，天天我又忘了。谢谢我们的过儿，感谢过儿，无所谓，没事的，没事的，玩也行，不玩也行啊，都可以的。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啊。谢我们的仕途，还有我们的那个飞侠老鬼，我看啊，还有我看还有谁啊？哎，我的截图呢？还有我们的痴人说啊，痴人梦雨哥啊，是痴还是意？谢我们的放手，还有烟雨江南，谢我们的哭泣，还有缘分一道桥，谢谢大哥。大哥刷完怎么就走了呢？嗯，还有啊，哭泣哥，恭喜你啊，这个小黑本本把名儿已经划下去了。嗯，名儿已经划上去了。还有没有人许诺了？这二月份呢，这守护我还没到位呢啊！差不太多了，该那个啥的，别让我点名啊！许诺的小本本都记着呢，还好留住了。那我告诉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是所以说我记性不太好，这本随时记着，随时滑，随时上，随时下。太难了，谢谢我们的那个阿星哥，感谢阿星哥以及没有上榜的兄弟们，感谢一毛党的兄弟们。少说话多爬着无所谓的，阿星哥，嗯，左手写字聪明，他这个视频是镜像的，嗯，还是这个正常的右手写字。我把召唤过去，想让大家帮忙。没到呢，八点半呢，啊，八点半呢。哎呀，没事的哈，小虎队的兄弟一点事儿都没有，啥说都没有我，嗯，我们六九没有跟任何人有恩怨什么的，而且哎，不管是什么，都是主播，都不容易，真无所谓的，真无所谓的。嗯，那你是左手左，我是右，这边是右，这边是左，你们看的是镜像的。
哎呀，好久没有玩这么大的团了，能帮一手的兄弟们就帮一手吧。嗯，就别太拖后腿啥的。也再次谢谢哭泣哥，还有我们放手一波哥，以及缘分哥送来的紫光，还有好多好多的1314。那天我跟那个缘分姐说话聊天了，开玩笑，我说你该上线来瞅瞅我们了。他说咋了？就因为你这首歌都不唱了，兄弟们一想听的话就找我缘分姐回来吧，要我非都不唱了。他说我就给你开一句玩笑话，你怎么就不唱了呢？你可别当真。我说不行，你开玩笑，我可是当真了。那缘分姐的话，现在也不太方便这个上线啊，也不太方便上线。太忙了，姐夫怕姐夫。感谢一毛党的兄弟们，还有12分钟的时间，我看看我要唱一个什么歌呢？他很多人说看不明白这个衣服，他这个衣服啊，他就是那个啥的，他就是有一点就是像吊带裙的那种感觉。嗯，你要说围裙吧它还少一点儿，还好吧，就可能跟平时穿的不是特别一样。着急，8点半的时候，要不我们现在开吧，要不然的话9点的时候就一会儿忙活就9点了。我现在开一个，完了等那个时候啊，像个弹夹一样，他们说像安全带。我现在开吧，开完了之后吧，省着时间太长了。嗯，一团战的话时间太长，等着都着急，等9点的时候我们再开。啊，就像那个我飘带什么的，对不对？哎，坐直溜的。现在着急开了啊，大家可以过了，但别过太多，现在已经瞬间就10个了。能准备一首的兄弟们准备一首了啊，这个气势上绝对是不可以倒的啊。要马不马，这也能叫衣服吗？我这不是衣服是什么？穿着贼舒服，而且是棉线的。我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棉线的，虽然说不是特别的那种贵，但是穿着绝对是舒服，就是软的那种软的衣服啊，不用穿的特别怎么，穿着舒服就行。为啥贼舒服？东北话，这贼好吃，贼舒服，贼好的。其实东北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可能就是下方的集结哈，大家没有过的话，过一过集结，还差9个我们就过完了啊，还差9个。他不啊，他是那个，其实东北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哈，还有很多就是大家，不太理解，贼能喝，就比较形容的，就是形容的比较夸张，嗯，就蓝色，就哇蓝哇蓝的，雀黑雀黑的，跳板跳板的。就是形容的就比较夸张，就比较夸张，贼拉舒服，对。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土话和语言嘛，贼好看，完了，透红透红的，跳板跳板的，黢黑黢黑的，
咋说呀？绿焦绿焦绿的，不对，焦黄焦黄的，忘了，就是特别意思嘛，就是对，就是形容比较重，哇蓝哇蓝的，哇绿哇绿，焦绿焦，哎呀，忘了那是怎么说的了，冷不丁还不会说了呢。先说正事啊，正在召集，还差八个没有过，下方的集结还差50个啊，油绿油绿的，啊。你说我想问哇绿哇绿和油绿油绿的它是一个色吗？就是就哇绿哇绿的贼，就是而且油绿油绿它是一个色吗？其实哈，中国的语言还是博大精深的啊。你看就是嗯，就我昨天看了一个是什么呢，嗯，还马啥了，聊会儿天吧。说到这个话题，我就你们自己心里有点数就行了啊，就是能帮支了一手就帮支了一手，我们聊会儿天。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就是一个是中文考级什么呢，就是说先生您要一等座二等座还特等座一等座还是二等座，现在那个一等座和特等座和一等座没有了，二等座你要等一等，你要再等一等啊就没有了。请问他是选的啊，不是再等一等就没有了，那好了不等了我就来这个吧。请问几等座？我自己有点糊涂了哈，我先捋一捋。啊不对，好像有点不对，不是这么说的。不对，是那个特等座和一等座啊，有特等座和一等座。二等座呢还要等一等。等我。他是等哪个了，我想想。啊就我自己都研究了10分钟哈，他到底是买的是几等座。是等一等呢还是不等了呢他。好吧，我们不研究这问题了。等我整明白的，等我研一研就明天再跟你们说，有点懵。我们还是马手吧。还是马手吧。好。他到底买了几等座，我也不知道他买的几等座，我当时也蒙圈，现在有点忘了，自己有点迷糊了，不等了，走了，他等了，嗯，反正最后一句我就知道，你再等的话就没有了，你再等一等什么就没有了吧？他说好吧，那我就不等了，就来这个吧。完了，请问他是买的几等座？开始码了哈，下方的集结已经开过了，大家不用再开了。等到9点的时候我们再接着开，先不研究等不等的问题，先来一首啊，先来马一首，能一手六六的打一，10手66的打扣10，5手66的就扣5，2手66的一手就是一组六六为一，2组66为2，就这样。请问解锁三级么么哒要一次可以吗？不可以的，那个朗朗乾坤哥，你得一个一个的刷那个么么哒，之后呢你得刷100遍，一个一个的刷100遍，100组，这就100组100遍才可以开。完了10个的那个也要刷100个，解开它的话得需要100，完了解开它的话需要11000，他们说11000。战尾腿哥为2啊，三级的话你得解开的是100个算3级，就是100个算3级。谢谢新宇哥送来的丘比特，新宇哥你等会儿就帮我支棱啊，你这个提前了啊，提前不算数的新宇哥哈，一会儿再来一个。费尔难得打个团儿，冲100，哎呀，100的话那就是100Y 啊，就这个，那我这么写，要自己有点算不明白，心里会有点着急，等不及了。
你等一等，一会儿就没了啊。齐哥十五组 ，OK， 齐哥十五组啊，重新啊，五十到位 ，OK， 福祥哥的五十到位啊。西人已不在哥，西人已不在哥，一百个。哎呀，六十五个糖，你故意的啊，你故意的，我给你算一手。郭克哥十五组，无敌飞儿十八组，生命兔哥五组，新哥悠扬哥十八组，三吨金，过分了啊，那还有用吨的吗？四组月亮，阿星哥是四组月亮，红尘哥两，一尘哥是两组，嗯，哭泣哥是十五组，还有谁啊？火箭一个刷的，风剑哥你要一个火箭是吗？火箭一个，没事，风剑哥一组，快乐快乐乐啊，快快乐乐两组，嗯，花海哥两组，就听酒哥一组，嗯。还有什么？我看看家，没事儿，只要念到了就没有错，没有错。一千个巴掌，好的，一千个巴掌。没事儿，不会算的，我就这么写。六六还是一三一四？六十六，一三一四也行，都可以。傻子说四组。OK， 嗯，信宇哥二十组，风生水起哥一组，最好是一三一四，嗯。天涯海角哥两组，力哥啊五组，嗯，飞毛腿哥三组，杨哥一组，一百个棒棒糖 ，OK， 一百个糖，十元已到位，算两组，算两组，换成一佛哥，何建哥一组，杨仔哥一百组 ，JK 哥五组，一缕清风两组，广龙哥三组。嗯，邓金哥，你别这么说啊！你能让我误会，直接让我误会，你知道吗？嗯，我马手的时候，你们别老就说五组一三一四卡货，你让我误会，差点没念出来，怪激动的。所以说，看着跟以前还是有点变卦的。老地方的雨会不？哎，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听这个歌呢？我就不太会，我听了好多遍了，就不太会唱这个歌。嗯，再一个那个缘分一道桥哥，他要来的话，完了告诉我一声哈，也没给唱个歌，整容失败还整容，哎呀妈，我的心好痛，我的心好痛，我真是整容失败了。也那个也欢迎。哎呀，你说你是不是个小号？我刚说完你就回来了，你到底是谁啊？一定是熟人，嗯，一定是熟人。哥，你是喜欢缘分一道桥，这应该是首歌的名字，因为前一阵话挺火的。我本来我也是想唱给你听的，但是我属实这个歌有点高，我整不上去了。啊，对，把召集一会儿开一下。一直在呀，啊，一直在呀，那为啥没抱上来呢？那是掉下去了吗？也欢迎我们的西人。啊，这念是不是念西呀、啊？西，我也这个字是不是念西？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都不相信我自己了。我现在我最不相信的就是我自己，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西人，谢谢西人哥，也欢迎西人哥加我们的绿友宣传。西人哥，我觉得哈。还差一小奶奶我们就是千元榜了。着急是不是改点了？没有改点，就是还怕那个慢嘛，完了就把那个提前了一点点开了。这个是第二个着急，嗯，我提前开了吧，开了。这歌好像还没出来呢，嗯，痴情为了谁还没有出来呢，那首歌。
云飞一道桥，我给我哥唱首啥歌呢？哥有没有啥想听的？乔哥，新歌上线了吗？没有，还没有上线呢。他还有，好像应该拖，应该会再拖几日。嗯。啊，嗯，缘分一到，乔哥应该会那个啥，会考虑一下。哎，我非要给我插首歌，我想想，我想听什么。那我先给哭泣哥来一小段，还有放手一博歌。嗯，真爱召集还有16个，大家下方没有动的呢可以帮忙点一点，一共需要27个，我相信我不拉票的情况下也能过得去，我相信你们可以的。我非是新主播被嘎嘎心的，召唤还差这个还差9个，我非会化妆了，可能我以前根本就不太会化妆，你们有看以前化妆呀什么的。嗯，自己觉得有的，我也不知道哈，大家是就是看自己2-3年的照片是什么感觉。就我自己看自己2-3年的直播呀，或3-4年、4-5年的直播，哎呀，就感觉傻傻的。还差8个，还有8个我们就过完了，还差7个，下方的集结还差1个，上面的还差6个。岁月不饶人呐、啊！以前呢，眼睛一笑一道缝，我估计再过10年，眼睛一笑一道纹儿，一道缝一道缝加一个纹儿，还差2个，还差2个，给我哥来首这个歌。想想他喜欢听什么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就住在了我的心底，那一点甜蜜一点惊喜，让我深深留难忘记，我努力装作不在乎，结局却忘记你，不敢触碰有你的回忆，最后变成遥远的距离。我留不住爱，留不住情，留不住你还有什么意义？纵然我心中放不下你，我却不再是你的唯一。留住你还有什么
守护团的团长太不责任了，必须得鼓个掌。急眼了，名字都改守护团收人了。完了，我说哥不行，我说直播间你不行扣字儿，说那个守护团怎么怎么样的，我这逼的实在没招，把名改了，行，我不如直播间发广告了。难为我哥了啊，谢谢谢谢。这首歌还有我们的小丑啊，念丑啊，好嘞，谢谢小丑哥，我来首这个歌送给小丑哥，欢迎海川哥。
一看，这花就给我准备了好久好久，味道跟别的花都不一样。感谢乔哥，也谢谢我们的思念，感谢一毛党的兄弟们，好久没有来，变漂亮了不少，是吗？不归哥，谢谢数字哥，嗯，加大哥微信，老大，我想问一下，乔哥，咱是不是熟人？咱有没有微信？大哥是怕暴露吗？一句话都不说。这是真的让你无从猜的，连话都不跟你说，就害怕你那个啥，红雨安排下手就红雨啊，就怕暴露身份。哎呀，好吧，那咱就天霍哥打个问号，那哥你就扣一个字。陪老大。过了5年了，实属比较，时间很长了，5年了，这再播的话到6月份就是6年了。哎，时间过得好快啊。再次欢迎阔气大哥啊。5年半了吗？差不多了，快6年了。压力大那首歌好像没有伴奏，我找一下啊。夏夏哥，我都2年了。傻子叔，我要点首歌，刷了9000多，我要点首歌。你点，我没有看见你说啥，傻子叔。傻子叔，你有我的微信吗？你没有我的微信吗？你可以微信跟我说，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你们有微信的就跟我微信说，有的时候大家在公屏上打字，我唱歌可能我就可能看得不全，你们说话就没办法一一回答，有的时候就会漏掉了。还有一个月过生日了，过新年，好嘞，过新年喜庆啊，过新年，没错哈。这个伴奏找放起来，要不然总会天天总找伴奏。好嘞，过新年，过新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平平安安岁岁年，忙生活就是花三年，本命年，本命年。这个八角和这个应该乱动一个，他这个视频小了。
桃花开，小白脸哥要干。领导说这本命年，工资必须要翻番。同事说这本命年，我们合伙赚大钱。朋友说这本命年，有事不用把心担。孩子说这本命年，成绩必须打破天。红红的灯笼啊照啊照，红红的白雪飞满天，红红的福气不一路，红红的好运一年年。过新年，过新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平平安安岁岁年年，生活就是苦辣酸甜。放手一首歌，放手一首歌，这一毛一毛刷飞了。谢谢傻子叔，谢谢傻子叔送来的礼物，谢谢，感谢我们的金安南哥，哎，谢谢我们的白莲，还有一万哥，谢谢我们的蓝飞，也谢谢我们江南哥送来的千元宝。请问那一边的袋子呢？他就一个，他们说像安全带，往上一扎。我再唱一首，我们就买一首。嗯，等一会儿的。嗯，烟雨江南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谢谢我们的执念哥，感谢执念哥。嗯，嗓子有点累了，有一点，有一小点点压力大，压力大。我猜猜找了，好像没有伴奏呢。我再说一下啊，嗯，为什么要连着唱呢？我都那么连着唱，我都感觉我唱不过来了。谢谢我们的小雨，感谢小雨，谢谢执念。只能唱这个版本的，还是跟以前那个一样，这个伴奏没了。感谢姨妈打的车。唱一首歌哈，我们买一首，最后一个伴奏我们就休息啊。是谁自拍然后再刷个存在，谁听身宅爱情只靠下载，谁又加班十二点泡面晚餐，谁抢个麦这一次由谁买单。你开的车比我多两个轮胎，大不了晒晒太阳多了点汗，你看孤单谈恋爱做你自嗨，也懒得管他爱不爱的烦不烦。简单最自在，我跟着我一起摇摆吧。
我多两个轮胎，大不了晒晒太阳多留点汗，你很孤单谈恋爱走女子汉，也懒得管他爱不爱他烦不烦，我我知道你们就愿意看我嘚瑟，是不是？说，是不是？我觉得是的，嗯，基本上都可喜欢，可喜欢。衣服有点。等一下，具体说一说为什么可以让我们稀罕这么多年？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尖端哈。夜夜思，夜夜盼，情。我也不知道。欢迎虾米哥。期待重逢你亲切的呼唤，想你的泪儿早已流干。乔哥有没有啥想听的？真情哥也没有说要听啥，你唱啥都好听。当中毒了，中了菲儿的毒了。嗯，电脑用户的话得点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守护嘛，左下方有一个守护。但是我觉得电脑看直播跟那个电脑看直播跟那个手机看直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唱歌不服任何人，除了菲儿。哎呀，谢谢真情哥。真情哥，你要不要加一下我的好友？你还说你要给我。你给我个花呢，我先拿小本本记上哈，真情哥，你说要给我个花，但是你没给我，我先拿小本本记上哈，反正都是我的，我不着急。我先记上，先记上。真情哥，你要放了呢，我们就加个好友就可以加好友了，你考虑考虑，你是咱啥时候放，乔哥，我要，乔哥又走了吗？中毒太深，没有解药，唯有就是看到人放可解毒。加微信送 U 盘吗？是的，完了到时候你要是喜欢听歌的话，完了你把地址给我一下，等到过完年啦，快递可以就是送快递啦，什么都是正常了，可以邮寄了，我再给你们发。现在可能发的不太了。哭泣哥，你有我的微信吗？你有我微信的话，你就把地址给我就行。想大声的告诉
我老大的小本本功能比较多，好吧。守护必须是安卓系统才可以开，苹果系统是开不了的，因为它这个系统不一样。本场贡献到2000以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嗯，那我来个最后一首歌吧，最后一首歌送给真情哥，也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每一位兄弟们，还有我守护团的团长。嗯，小胖，你一会儿把那个哭泣歌拉到小黑屋，拉到小黑屋，完了那个哭泣哥，记得他要是给你拉到子频道啊，他要跟你说话了什么的，你完了你把微信号给他就行了。谢谢哭泣哥送来的巴掌。好了，到时候咱俩加上微信，你把地址给我就好，千万要记得。还再嘱咐一下大家，我呢我纯粹为了卡黄，好的。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千万不要相信就是冒充菲儿的很多，不要相信他们说充值有返利呀，扫二维码呀，什么转账呀，什么给你地址送礼物啊什么的，凡是涉及到这个金钱呀贵重东西，一定要再三再三的这个谨慎啊，一定要谨慎。老太，我要加你微信，你不有我微信吗？你没有我微信吗？那这是谁呀？你有我微信，这一题。欢迎巧哥。乔哥有没有啥想听的？他是不是乔哥说不喜欢上麦呀？阿虎哥可以把号给费，让费给你开，没事不着急，没事不着急，再加一次，行。还有一个就是相互之间哈，咱们这个还跟大家这个再嘱咐一句哈，就是相互之间很多就是大家相互加了好友，嗯，还有你们就是也要提高警惕，有的骗子呢也不一定是骗子，有的那个我也不知道谁是骗子，还有就是，嗯，还有就是借钱这一方面哈，完了大家还需谨慎，有很多。还有我们家还有一个什么的，就是在我群里边加我好友加了一年，加了我一年的好友，有一个骗子啊。对对，我还没去那个，对对对，我要去那个啥憨憨旭那儿，我还没去呢，我去送个祝福去啊，憨憨旭，我去送个祝福，他今天生日还是周年庆嘞。好嘞，老大，继承守护一个，好的。周年庆，好的。谁的守护了？名字呢？17，嗯，我继承点名字哈。这是不是念七还是念啥？17，一个守护。嗯，我都得 YY 号都得记好了，要不然我告诉你改名我就不认识了。